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复习动量的章节。那首先呢，来看一下范例一。好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于动量和力，和平均力的例子。那我们先复习一下所谓的动量，也就是运动量的简称。那它就是由质量和速度来定义的。那速度是向量哦，所以动量也是向量。那我们可以在一条线上，竖线上用正负来表示。那动量的变化，动量随时间的变化就是力。这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最原始的诠释哦。F 等于 ma 是后来的诠释。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啊，就是力，也就是题目所写的解题关键所给的这个式子啊，这个平均力啊，就是动量的变化对时间做平均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算算看，这一题他想要问的是，一个投手哦，那他用固定的力把棒球用花0.2秒丢出，最后棒球的速度是时速144，那棒球的质量150克，那请求出手对于棒球的施力，这样子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就要找出棒球前后的动量变化。一开始它的速度应该是零，但后来呢，速度变成了时速144。那不过我们的时速144呢，要换成秒速几公尺啊，这个只要乘上3600分之1000，36分之10。就可以换成每秒几公尺，那这相当于每秒40公尺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的速度就是每秒40公尺啊。那我们可以这样写，那所以呢，动量的变化呢，就是后来的动量减原来的啊，所以是后来的 m 质量乘以40减掉。减掉原来的零啊，减掉原来的零啊，所以动量的变化是负的 n 乘上40，那个 n 就是150克啊。待会我们再把它带进去。好，那它要求平均力啊，所以我们平均力就是用负的 n 乘上40啊，再去除上时间。那我们的 m 是多少？m 是150克，也就是0.15公斤。这里我们都要用 mks 制哦，用 mks 制。那时间呢？时间0.2秒啊，时间0.2秒。所以这样子带进去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算出答案了。所以结果会是多少呢？300是吗？30，没错啊，算出来是30啊，-30，负代表方向性。那今天他只要问的是量值啊，只要问的是量值，那就永远都是正的，就不用管负号。所以答案就是 A。